说对不对？很带感，很带感啊。然后无痕裆，无痕裆不卡裆也不掉裆，这款是有 M 跟 L 两个尺码的。M 是可以从150穿到170，可以穿到140斤 ；L 是可以从170穿到185，可以穿到150斤啊。就男宝也是可以穿一款，是一号链接啊。我身高是170，体重是100斤，正常下来是穿一个 L 码 ，L 码啊。少女感逐渐消失。没有吧，我其实日常穿的还是蛮少女的啊，送保姆空姐会好吧，日常干活也是可以穿的啊，日常通勤也是可以穿的一个款式。然后给你们看我们家白丝吧，是不是170其实个子还是可以的，没有洗啊，我们家是私门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私门啊。你们600多个人就不想跟我聊聊天点点关注吗？不会起那种静电的，不会的，就是很丝滑很细腻的一个感觉。咱们不聊会儿天吗朋友们？为什么不聊天啊？你们这么不想了解我吗？好伤心啊，好难过啊。就是如果不想聊天的话，大家点点灯牌好不好，咔咔关注啊朋友们。你们去动物园对不对，买都得买门票是不是，你来我直播间都不给我卡个灯牌朋友们，我不会还不如一只猴子吧，我不会连不会都不如一个马楼吧朋友们啊。男生10号链接好不好，这样说话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朋友们，越容易得到的才越不好好不好。同样是8号链接，宝宝小眼宝，同样是8号链接的一个 ED 的浅黑色，选中浅黑色就自己去买就好了，上身这种水润感光泽感好吧，妈生好皮真的是你抹再多身体乳还有达不到一个效果。给你看这个浅黑色小眼宝，这款是的话24小时都可以穿的，会显得你皮肤特别好，很有氛围感的一个款式。它的话没有那种束缚感紧绷感，游丝的话这一款是624针高密针织，走进是很密的，市面上游丝620针十几滴那种的话就是很黢黑黢黑，那种就会显得你的腿跟大象腿一样，哈尔滨红毯啊，我们家不会啊不会。这个款式的话就质感在，同时通透感会更好，所以我觉得吧就买回去会不会显得会你皮肤就会很好，腿上有些小疙瘩小点点小毛毛的就可以穿这个啊。一号灰色的是哪个，是那个空姐味，这个就是一个3.0的战损版本，容易勾丝款，因为它是 ED 的厚度，正常上来说是可以穿个1到2次的，2到3次的啊。所以我跟你们说它也是容易勾丝款，因为订阅小就代表越薄透好不好，在我们家几号链接8号链接啊，今天就只有10几单了，想拍赶紧去拍对不对，3.0个战损版本很合适大家去约会穿它。灰色没有170的吗？灰色那个一号链接是有个 L 码的。灰色一号链接哦 ，L 码已经断货了，宝宝，那你可以去买一下2号链接。2号链接是有个 L 码的，身上是8号链接 ，ED 的一个浅黑色，手上同款，自带光泽感，很水润的感觉。男宝推荐10号链接啊，今天没有洗头，对，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？男宝推荐10号链接不卡档啊，这款是空姐会啊。这款是一个浅黑色，很有光泽感好吧，很水润的感觉，但这个不太耐穿，我先跟你们说好好吧，如果你们想要耐穿的就不要买这个款式，买9号链接。这款主要是这款上身质感太好了，很有氛围感。一和二什么区别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，怎么天天穿这个，没有啊，我前两天就穿的那个别的鞋子。然后给你看一和二的区别好不好，头穿得下啊，11宝，我觉得推荐还是8号链接，是不是？8号链接很 nice 啊，一丝多用。男生是10号链接啊，对，1号、2号男宝也是可以穿的。这款那个1号是这种无痕裆，2号是这种就是裆部是有小海绵的，看到没有？裆部是有小海绵的，可以真空去穿的款式。隐形替裆的设计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，会显得腿型很修长，它是不会露出尴尬的边边的。你们放心去拍2号链接就好了。2号链接这个空姐会是有个 L 码的，他们一和二其实说就是裆部不一样，其他都是一样的，都是3D 的厚度，好吧？对，男宝是可以穿的，这个空姐会，男宝也是可以穿的，对不对？气质神秘。而且我们家是今天拍下今天发，有个7.56孕险险，售前有服务，售后是有保障的。然后是8号链接 ED 的一个浅黑色游丝，男宝可以穿的，放心去拍就好了。
给你们看看这款浅黑色。不会的，宝宝，主打就是一个薄涂丝吧。你们都是问的什么问题啊？这款浅黑色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它上身的话，这款是一个浅黑色啊，8号链接，有亮款，很雪润的感觉，对，脚尖也是无痕的，只有一条缝合线。好久不见，宝宝，好久不见的宝宝，可以给我点一个灯牌卡个关注吗，朋友们？是不是？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啊，更进一步。我不想每天面对都是陌生人，朋友们，谢谢宝宝的灯牌。也不是灰指甲，这是我做的美甲，做的美甲。王子请下单，对我脾气真的很好啊。我只有对你们的脾气才会很好，我对别人其实脾气一点都不好的。实地还没有，宝宝，过两天就会上了，你等等好不好？你给我们点点关注，马上就上了。这很好穿的，宝宝。德发呢？德发在旁边战斗呢。德发要战斗，朋友们，爷们要战斗，好吧？这款是我们家8号链接一款游丝啊，腿上同款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上身是那种水润感、光泽感、妈生好皮感，尤其是腿上有些小疙瘩、小点点、小毛毛，秋冬天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但是你穿一双丝就很有氛围感了，是不是？你跟你男朋友亲密接触的时候，摸到这种疙瘩，是不是跟那个癞蛤蟆的皮一样？是不是很尴尬的？很尴尬的啊！怎么不叫你宝宝？没有不叫你宝宝呀？你都没有卡给我卡灯牌。是不是给女朋友买也是很合适的啊，朋友们啊，没有不理你们啊，朋友们，这个是自带这种光泽感的，很水润的感觉，好吧，都不用学电焊都可以让人眼前一亮啊，朋友们，624针高密针织，我们家游丝是好游啊，买回去是可以做菜炒饭的啊，可以爆炒的啊。然后跟你们说一下，这款游丝是624针高密针织，所以你的毛毛只会缩在里面，不会爆发开来，很舒服的一个感觉，好吧。然后它的话就是摸上去那种爽滑的一个质感，朋友们。就这种感觉嘛，就会让你流连忘返、爱不释手。口感是跟那个脆皮毛肚一样，喜欢下火锅的、做菜炒饭的就可以买这个款式。看到没？它的延展性真的很好。正常下来是这样的，正常下来是这样的。只不过只是想看到你们看到它的延展性。然后它的话上身上我手也是这种自带光泽感的，看到没？很水润的感觉。但我觉得上腿我会更推荐啊，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属于那种细狗身材。我很瘦，我有170斤啊。这个是均码，是可以从150穿到170，可以穿到170斤的啊。大家放心去拍就好了。3.0个赞损版吧，正常其他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只要你不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好吧？这个我是有自己 DIY 过的一个款式，主播穿的是浅黑色，这款没有多少单了，想拍的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浅黑色，除了同款，这款就只有10单不到了，想拍赶紧去拍。206，113公斤，206，这么高，就打篮球的吧，宝宝。我没有去其他直播间，我就在我们直播间播。对，我没有去其他直播间播过。欢迎大家进直播间，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卡灯牌，朋友们啊。然后我们家是自带白茶香氛味的，很高级一个清香，所以说视觉、触觉、嗅觉都是做到很到位的啊。你们跟你女朋友就亲密接触的时候，你也不想闻到她腿上臭臭的味道吧？150这款均码，放心去拍就好了。有没有其他颜色？给你过一下好吧？这是一个黑色，12820的一个黑色，然后浅黑色。黑色跟浅黑色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必宝给你看一下，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浅黑色。它其实这款链接是一共是有4个颜色的，如果第一次买，推荐买这个浅黑色，好不好？腿上同款，更百搭一点，不挑风格，不挑年龄，不挑性别，细说不了，好吧？口感是跟脆皮毛肚一样，这个黑色的话光泽感也是很 nice 的，而且上我的手的话也是肤色均匀不斑驳的，它的话偏厚黑一点，偏性感一点。如果本身是那种御姐的，就可以买这个黑色游丝，很有氛围感，好吧？它上身是这种通透感觉，水润感，妈生好皮感。想要不想热脸贴冷屁股的，就可以买这个黑丝啊。试穿不了，蛮好吃啊的，只要不是手无缚鸡之力，都是可以吃啊的啊，蛮信手拈来的，朋友们啊。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，好不好？现在不买，还什么时候买？年纪大的时候买，朋友们，身体素质就跟不上了，你要被嘲笑的。300斤再养养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朋友们，当年货了，是不是？都快到年底了，不是，是这种无痕裆，它是无痕裆，这种裆的话就是不勒裆、不卡裆、不掉裆啊。然后给你们过一下，就是8号链接还有2个颜色，好吧？
就八号链接我推荐大家买组合装，因为我们家有个满50减5的券券，对不对？而且组合装是要比单条装更优惠的。看当当就是这种无痕档，可以帮我拿下那个，对，掉下来了。这是一个无痕档，然后腿上是一个浅黑色，掉在这了。对的啊，你们点赞到4万好吧，叫王德发上手给你们看一下。点赞到四万，让王德发上手给你们看一下，他蛮好的，朋友们，他蛮好的。给我一个 miss， 对，这个不是，是那个的 miss。这两个不是同一个颜色吗？不要不回答你，对，我今天下午上班。那争取好吧，你们点赞到4万，让王德发上手给你们试穿，朋友们，现在就只有王德发才能出动你们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沙色啊，冷白皮很适合的颜色，上身是这种水灵灵的感觉，自带光泽感的啊。没有不回答你，怎么不回答你？妈生好皮感，还是容易勾破的啊，朋友们，这个还是容易勾破的一个款式啊。所以正常下来说是可以穿个1到2次的啊，它的话黄黑皮蛮适合，不，冷白皮很适合这个颜色沙色啊，上身是这种水润感光泽感啊，哪里不承认？送丈母娘很合适的，三个人一起开心，为什么？丈母娘穿着开心，老丈人用着开心，你看着开心，好吧？很好吃啊的，所以我说嘛，只要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，是可以吃啊的开的啊，你看我刚刚就擦开了。这是一个蜜色黄黑皮很适合的颜色啊，不假直不假白，看到没有，是不是很水润感，这个刺啦的声音会更动听一点，更清脆一点，更清脆一点啊，你力气小我力气也小，朋友们，那总要有一个力气稍微大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可以两个人吗？可以的啊，你们两个人买个组合装就可以刺啦了。男朋友能穿吗？男朋友推荐10号链接啊，我是推荐就是肤色买一双，黑色买一双，好吧，因为这款油丝真的很上头啊，朋友们啊，但就是主要是抖爸爸不浪，好吧，但凡抖爸爸愿意啊，可以的，我就可以穿着这个丝，是不是走两千给你们走个秀，对不对？但是抖爸爸不浪啊，不浪。这个就是自己擦干就好了，自己擦就好了，蛮好擦的，朋友们，对吧？很上头的一个款式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点个灯牌，卡个关注？过分了，朋友们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都是糟老头子，都是糟老头子。主播同样是8号链接啊，我一般下午在，我然后我这个星期是下午，男生穿10号链接吧，性感的话，我觉得8号链接这个游丝就很性感，本身就是有丝嘛，就偏性感的游丝，对不对？就是 buff 加持款，好不好？我7分，我什么7分？6和10有什么区别？裆部不一样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6号链接的裆，6号链接是这种就是隐形替裆的设计，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。6和10除了腰和裆不一样，其他都是一样，他们是处于一个超薄超的空气丝啊。就是那个10号链接啊，10号链接这个裆就是无痕裆，就很舒服，上身就很透气。莱卡压就是往下支腰的设计，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喜欢这种薄透透气的就可以买我们家10号链接，看你们自己选择啊。有特别一点的吗？我觉得游丝就蛮特别的了，10号链接这款也蛮特别的，对不对？再特别就比较另类了，宝宝，就比较 BT 了，好不好？给你们先关一下10号链接，10号链接这个款式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买回就是哭哭战斗，埋头苦干啊。然后它的话是一个往上支腰的款式，黑色的哪个？黑色10号链接吧。浅黑，好吧，给你看一下，宝宝，1分价钱1分货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啊！你也可以去买那种廉价丝9.93元，对不对？摸上去跟砂纸一样，黑块白块的，你看到你就会没有感觉的，你都不开心了，你看到是不是？那你还不如买一双好丝，好意思，对不对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啊！然后这是10号链接的一个浅黑色，好不好？很百搭的一个颜色，不挑风格，不挑年龄，不挑性别，3到99老 baby， 10到10岁小 baby 都是可以穿的啊。然后各位老 baby 们，是不是可以给自己60岁老丈母娘买起来了？风韵犹存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网纱织腰的款式，上身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，裆部就是这种无痕裆，所以不卡裆，不掉裆，不勒腰啊。透明裆的设计就是
自带锁定跟瞄准的，好吧，喜欢锁定跟瞄准的就可以买我们家这款十号链接，蛮舒服的一个款式。而且的话它的话就是会把眼神聚焦在我们思思很性感的一个部位啊，很性感的一个部位。男生穿不卡裆的，男宝也是可以穿的，因为它弹力很大，看到没有，只要不是卡带衫的 PP 都能很好的包裹在里面。我腿上是那个八号链接宝宝，八号链接的 ED 浅黑色，这款游丝宝宝，我这个小一宝，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款游丝真的上身是这种水润感、光泽感、妈生好皮感，好不好？腿上有些小疙瘩、小点点的，对不对？平时想要拍视频的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拍照，就可以买我们家这款浅黑色游丝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因为它才 ED 的厚度，所以它是不太耐穿的款式啊，不太耐穿的款式，容易勾丝款。正常下来说是可以穿个一到两次的，而且我们要买游丝就买这种好的游丝，买回去是可以爆炒的，好不好？而且这种游丝呢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不是市面上那种黢黑黢黑的游丝，它上身的话是那种通透感、水润感，那种黢黑黢黑的游丝，廉价游丝只会黑一块白一块的，跟那个哈尔滨大红肠一样、腊肠一样的。本身腿型不满意的就不要穿那种丝啊，会跟大象腿一样，朋友们。624针高密针织，走线是很密的，质感在同时通透感会很好啊，你的毛毛只会缩在里面，不会爆发开来。今天拍今天发，好不好？对，蜜色是肤色，我给你看有丝的两个颜色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浅黑色我也是很推荐的，因为上身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，你搭什么风格的衣服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蛮有氛围感的。我怎么不穿？我穿了呀，我穿了这个浅黑色。谢谢小豆宝的大啤酒，谢谢宝宝三瓜两枣。